为了替南投囡仔卫生油加油鼓励，八号暗时，南投县政府是专工举办了一场闹热滚滚的加油会。在大家大声喊加油声当中，卫生油得到了奥运跆拳道比赛八强资格，和爸爸魏瑞贤是收到了上赞的父亲节礼物。他是说要送给我一个父亲节的礼物，就是叫我等一下，这样等看看嘿。我们的奥运选手在跆拳道方面第一场获得这个杰出的胜利，大家非常的兴奋，也是我们台湾之光、南投之光，我们希望在这里这么多人听他加油，他能够感应得到，能够为南投来争光，为台湾来争光。虽然后来四强挑战赛卫生游在延长赛当中遗憾来输去，但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得到了台湾乡亲的高度肯定。在九号早起，爸爸魏瑞贤面上虽然也是看得到失落和不甘的表情，但也是肯定后生卫生游在比赛当中的表现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对不起我，这样对不起你哦。那爸爸，你有什么话对他说吗？还是你怎么回复他？我就是回复，不用说什么对不起，我觉得你打得不错。然后就是下次还要再加强一点，然后我就是以你为荣这样。卫生游输了真光荣，也是表现上赞的南投之光。因此，县府秘书长陈进兴也伫九号早起专工来到草屯的卫家，表达南投县政府对着卫生游的慰问甲肯定。能代表李县长到我们魏成良的家里哈，一方面对魏成良的表现，我们感觉是可圈可点，尤其魏成良的技术哈，已经到达相当的程度。如果再借以时日，应该大有可为。代表台湾参加奥运的南投囡仔魏新游，虽然在争取四强资格比赛当中输去，无缘争取奥运的金牌，但伊在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，犹原是大家心目中的台湾之光。记者金鸿山采访报道。